在什么东西？现在是动画档。好，今天是8月21号，礼拜五的晚上。因为小叶去台南看工厂，在那边督导工厂。督导。所以今天没有到寒舍小聚啤酒趴，所以我跟阿秀之后招来姜母鸭，是两个人最有名的东湖霸王姜母鸭。对，我们两个人对喝，因为小叶没有来，我们只好自己来吃姜母鸭了。没有办法，因为少一咖，家里没办法喝，所以我们自己在这边喝。但是还是很希望小叶能够在这边。不过他没有办法参加，他在台南看工厂，所以我们只能够拍电影给他看。小叶这边还有一大堆的啤酒，不过你都不能喝，因为你在台南。好吧，那我们只好自己开动。Sorry。哦，还没有中秋节，但是人还是很多。好了好了，报告完毕。